笑什么呢？狗真可爱，我们养只狗吧。为什么呀？首先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呢，狗可以看家护院。然后呢？然后狗很可爱，毛茸茸的，只要看到它烦恼就会消失。首先啊，狗呢不仅可以看家，还可以拆家，而且现在家里就有一个这个存在了。哎呀，我的意思是……哎呀，我没说完呢。毛茸茸又可爱的家伙，我已经有一个了。干嘛呀？小狼狗饿了，要吃点心了。